华财经台。大家好，我是郑怡杰分析师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台北股市现货以及十一月期指今天出现个震荡收低的盘势，中场现货下跌44点，十一月期指下跌了42点。先来复习一下今天十一月期指的变化，这是今天整个十一月期指的一个走势图哦。最高价8728，9点27分出现，最低呢8655，10点58分出现。整个十一月期指中场我们拉近，它是下跌了42点。哦，它是下跌42点，而在今天的整个这个行情里面，整个节目里面，我们来探讨一个重点，这个重点是什么？投资朋友，不管你今天是因为什么理由操作期指赔钱的，我希望你都能够认真的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。那这个今天赔钱的投资朋友，不管你是自己乱做而赔钱，或者是跟到其他不专业的两光分析师的话，麻烦你看一下什么叫专业。真的张大眼睛来看一下，为什么你要张大眼睛来看一下专业？昨天你只要有把我的话听进去，并且认真收看亚洲棋王节目的话，你在今天绝对可以很开心的赚钱。昨天收看亚洲棋王，今天保证马上开心赚钱，真的是这样吗？我说啊，是不是这样？我等一下会证明给各位看。而在今天行情里面，如果你是因为跟到其他两光不专业的分析师而赔钱的话，我只能提醒你一件事情：选择分析师，各位一定要选到什么样的老师？请选择看得懂盘势的人，并且真正会带你实战操作赚钱的人。选择分析师，请选择真的看得懂行情、看得懂盘势的分析师，并且还要深圳实战操作赚钱的投资分析师，才能够嘞真的带你赚钱。那么各位，我说了哦，在昨天的行情里面，如果你有看我的节目的话，你今天是肯定可以赚钱的。为什么？昨天我讲了什么？这是10月26号，我昨天在节目上告诉各位的什么事情？来，我说美国啊，连续两天大涨，那所以说在这两天呢，它肯定会有回档的机会。各位，我请问一下，今天有没有回档？很清楚了吧？这个答案我想已经很清楚了吧？在这两天肯定会有回档的机会，今天马上就杀了一波下来，当然后面有反弹上去，但是光杀了这一波，我想够深了吧？那么我昨天还公开的在电视上告诉你什么？我这个礼拜会买进卖权，这等一下下半段我会交代。我说这两天肯定会有回档的机会，在昨天我就已经告诉你了。所以当今天开盘的时候，行情刚好在平盘附近，我请问你，如果你有把我话听进去的话，你今天该做多还该放空？拉近，该做多还该放空？很清楚嘛，你应该知道要放空嘛。而且在昨天节目里，我还写说我看空呢，这昨天的呢，事先讲呢。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？曾老师真的看得懂盘势？那投资朋友，你可能会说，老师，你只是看得懂而已，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带会员去做？要做才能赚钱嘛。我当然会这样讲，一定会这样做啊，要不然呢？就等于这样纸上谈兵嘛。我说过了，解盘师就是只会纸上谈兵。我曾英杰是实战的一个操盘手，绝对不会只有讲没有做。各位，我昨天既然看空了哦，这昨天的哦，我今天怎么带会员做的？来，今天我等现货开盘我才进场，拉近9点03分我才出手。怎么做？我怎么说就怎么做。节目上怎么分析，我就实际带会员怎么做。期指目前在8715附近，干什么？直接试价做空。这笔单不但能够成交，而且穿价空在更高的点位。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个是9点03分，会员已经收到讯息的时间哦，很清楚吧？这9点03分嘛，会员当时收到讯息的时候，我叫他们直接试价做空。隔了1分钟，会员打电话去下单，网络下单，1分钟的时间之后，要求嘞，不但空，而且空的更高。这9点04分，我们9点03分会员收到讯息，对不对？你试价去放空，我们可以看到1分钟过后，不但能成交，而且空在更高的点位，它叫8722、8723、8724，有没有很清楚？好，昨天节目我已经预言这两天会回档，这边我昨天已经预言这两天会有回档的机会，这昨天拉近，有没有？有回档的机会，有没有很清楚？这昨天的哦，
那么预计其实这两天会回档，我今天9:03我就试驾带会员来放空，试驾8722空单进场，一笔单至少两口大台子。我说你需要的分析师啊，是要看得懂，而且还要带你实战操作的分析师啊，不是一天到晚在那边放马后炮啊，那没有用啊。甚至在今天，很多解盘师会告诉你，这个盘今天因为涨多了，所以拉回。那我觉得很好笑，涨多了拉回，你为什么不带会员放空？所以这个解盘师啊，跟操盘手是有落差的。一个真正实战的操盘手，他会怎么做？他会事先告诉你，来拉近。昨天9:53的call讯，预计这两天会有回档机会。接着在今天，马上在9:03拉近，带你直接试驾做空，直接试驾做空。我们刚刚看到了，在9:03试驾做空，9:04你会成交在8723、8722、8723、8724，也就是说你今天的空单会空得很漂亮，空在8722。为什么说今天这样空会空得很漂亮？各位，今天最高多少？8728而已呢。今天最高价它叫8728呢。那你请问各位，今天这一节带会员空在8722，这到底有搞不？我想这应该免讲了吧，会当空在这，应该是无啥可能会去撩到钱吧。所以说，你需要的分析师，他要看得懂行情啊。什么叫看得懂行情？他要事先讲啊。10月26号，昨天就讲，再拉近，看这句话就好。预计这两天有回档的机会啊。事先讲了之后还没打击哦，还要带你怎样实战去操作啊？8722空单进场，那重点来喽。空单进场之后，更厉害的是什么？我说了，你如果要在这个市场上赢得很习惯的话，你除了要跟对专业人士之外，更重要的是什么？你要用对专业工具啊！你要用对专业工具啊！仙人指路实战系统的精装版，为什么需要它？因为做空停利看什么？看支撑啊！各位，那今天的支撑在哪里？哇，这实在太厉害、太恐怖了！8:46，你有没有看到支撑两个字？8:46，支撑两个字，你有没有看到？预挂做多的点位在哪里？8659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今天的最低多少？8655啊！今天的最低价多少？我的妈呀，它叫8655啊！有没有补得很漂亮？各位，我想你已经傻眼了吧？你应该傻眼了吧？我们空在8722，补在8659。各位，为什么说补在8659？因为做空停利看支撑嘛。这个支撑，我说了一定都是8:46，有软体的会员一定呢都是一模一样的数据。时间价位造假不实，你只要是软体用户，麻烦来找我索取1000倍的会费。时间价位造假不实，时间价位造假不实，麻烦来找曾英杰索取1000倍的会费。完全在8:46你就知道这个点位是怎样预挂做多的点位，做空停利看什么？看支撑嘛。各位，我们是在这个地方要拉近哦，最高在8728，我们在这个点哦，这个点就空了，这个点空完之后整个拉远。我的天哪，补在哪里？竟然是补在这个位置啊！拉近8659点啊，买进做多的一个讯号，买进做多的讯号，再拉远，给各位看一下我们这个壮观的一个场面。哇，这一段空下来好肥美啊，有多肥美？8722放空，8659出掉，大跌126点，还没完哦。8659你有软体的可以再赢一趟哦。8659多单接着再进场，至少两口大台子。各位，今天做到收盘，我们来看一下11:32，8659短波转折支撑多单，来这边写人签，最慢怎样？收盘价出清啊，最慢收盘价出清啊，最慢收盘价出清啊。所以说，在这个市场你要怎么赢？你要跟对专业人士啊，亚洲棋王就是专业人士。为什么是专业人士？昨天预告这两天会回档，今天试驾放空，你还要用对专业工具，空在高点，低点。工具会告诉你8659跌了126点。我说你空在高点买在低点，每天都能够赢得很习惯。那重点是要怎么样空在高点买在低点赢得很习惯？你必须要跟到专业人士啊，你必须要用对专业工具啊。你跟着专业人士，各位你会怎么做？各位，在昨天我说了，在昨天我们就会告诉你了，昨天就告诉你拉近，这边要再拉近哦，昨天就告诉你怎样有回档的机会。那今天怎么做？空单进场啊，试驾空单进场8722啊，然后呢，我们的工具告诉我们什么事情？各位，今天的低点在8659啊，放空低点补掉126点，低点做多来到收盘涨64点，一段跌一段涨，共计涨跌几点？190点。各位，190点，有没有很轻松？有没有很快乐？当然很轻松很快乐啊，因为今天的高点转折被曾英杰给抓到，
今天的低点转折又让我们的系统给精准的命中，在哪里？在这里，8:46，完全精准命中，完全精准命中。所以有了专业人士来带你操作，再加上专业人士所做出来的专业工具，我跟你讲，可以说是天下无敌啦。为什么天下无敌？8722，你今天去放空的；8659，你今天把它补掉的，是不是就跌126点？8659，你再做多到收盘，是不是再涨64点？两段加总，是不是涨跌190点？请问这是不是市场上今天最快乐的赢家？各位，当然我们还是要做一下强调哦，这涨跌190点，节目内容郑重声明，所有的专业操作分析，仔细听，仅只分析指数的怎样涨跌点数哦。我写得很清楚，跌126，涨多少？涨64，跌126，涨64，共计涨跌190点，并非论述操作绩效点数。法令规范，我们分析专业操作绝非保证确可获利。金融市场风险与报酬共存，过去绩效不代表未来绩效。我想每一天的这个期货市场，大家啊所看到的行情都长这副模样，都一模一样，各位都长得一模一样。但是很奇怪的是，为什么有人可以开心的笑，有人很伤心的哭？这中间的问题出在哪里？我说了嘛，永远就是出在专业。难跟简单，只要有专业它就可以很简单。没有专业没有方法的人，你永远每天都觉得盘很难做，所以经常在赔钱。所以我说过，你在这个市场上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常常赢？各位记住啊，我所讲的话你要把它记住啊。棋子常胜的一个秘诀没有什么，第一个，除非你本身就是高手。什么叫做本身就是高手？你像曾一杰一样嘛。什么叫做像曾一杰一样？各位昨天就看得懂行情了，拉近，昨天就看得懂今天会回档了，昨天就看得懂今天会回档了。你要有这种本事嘛。啊，你没有这种本事，你今天去做多，你当然会被修理这一段嘛，你当然会被修理这一段嘛。那很多人没有方法没有工具的，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低点，还跑去追空，哇，到尾盘莫名其妙又被扒这一段上来。那如果你跟到专业人士，你又用对专业工具，你今天真的不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今天的行情里面啊，各位专业人士会怎么做？各位会带你放空啊，会带你放空啊。那专业工具呢，会告诉你什么？今天低点在哪里啊？来拉近，8:46啊，8:46，8659就是低点啊，要做多啊。所以怎么赢？怎么赢？本身就要是高手啊，不是高手的话怎么办？就不要硬撑了。很多人做 TK 的哦，甘愿跟你输游戏博游戏，就是不愿意去跟随专业，好像天生就是命中注定他就是要当输家啊，输个较侪拢甘愿啊，缴会费就在那边斤斤计较啊，这种人唔输是要输何像？明明家己都无栽掉，明明自己就不行哦，已经不行了，已经输很多年了，就已经知道自己不是高手了，还在那边 TK。 各位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人，但是很多人就是这种人，甘愿输甘愿料甘愿博输，也不愿意去怎样相信专业，然后得到好的结果。我觉得很奇怪、哦、我觉得很奇怪。本身不是高手你就要认命，不要硬撑，本身不是高手就要跟着高手做，要不然你就要用对专业工具，你才有办法赢得很习惯。如果你真的有想赢的话啦，真正无铁气啊！这个物件无功夫的人，你真正赚袂到钱啊！唔是踮啊咧博背机当的啊，唔是踮啊拼运气好的啊！各位，所以说啊，很多投资朋友啊，常常在赔钱的、啊。我知道你也被其他人骗怕了。如果你想试看看，曾老师给你机会，曾老师绝对没问题，曾老师绝对会让想试看看的投资朋友机会，带你钓大鱼，教你钓鱼技术，短天期的时间，短期的时间我让你速成，该怎么做？中场私讯，善加利用把握。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。看你这么年轻，怎么就气喘吁吁的？爷爷，你怎么都不会喘？除了运动，我也定期做体适能检测。体适能检测，你看，全国各县市都设有体适能检测站，提供民众检测。项目包括肌力、肌耐力、心肺耐力等多项检测，还有英法族专属检测项目哦。这里的教练亲切又专业，那我也要定期来检测。运动九九，健康九九，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，短天期四支架来了，给你实战操作的扣讯，加上11月1号星期日选择权技术班，并且
再加上期权操盘软体讯息，加上技术班精通选择权，一次学会终身受用，抢得先机，先赢再讲，立刻来电2578377725783777。哇，为什么肌肤这么水嫩 Q 弹？因为我有沙拉沙拉水茉莉，日本专利玻尿酸，洗澡就像敷面膜，超水美肌，天天谈恋爱，真的好弹。沙拉沙拉水茉莉沐浴乳，精通选择权，享受一生。选择权翻倍快，收益高，做对三次以上，改变命运。做对选择，选择曾老师，攻守兼备。曾老师选择权技术班，11月1日早上10点，台北首席会议中心。做对选择，不赢也难，学得一技在身，终生受用。02-2578-3777，25783777。奶酪妹 QQ， 红豆哥香香 QQ， 香香香香配 QQ， 爱之味奶酪红豆，香 Q much much， 甜蜜的邂逅，爱之味奶酪红豆，爱之味。齐王团队齐过操作，给您三大承诺：一、每日一定出手；二、市价进出一定成交；三、停损停利严守纪律。我们拥有一套快狠准操盘系统，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。快，多空立判机不可失；狠，顺势加码推升获益；准，停利停损确保不失。战胜期货，选就选最好的齐王团队，请拨02-2578-377725783777。谢谢你这么用心熬红豆水照顾我。精选万丹红豆，自然食材，先煮后焖。浓浓红豆香，水当当好气色。万丹红红豆水，精通选择权，享受一生。选择权翻倍快，收益高，做对三次以上，改变命运。做对选择，选择曾老师，攻守兼备。曾老师选择权技术班，11月1日早上10点，台北首席会议中心。做对选择，不赢也难，学得一技在身，终生受用。02-2578-3777，25783777。洗发就可以让你惊艳哦！新566洗润发乳，添加乳油木果油，润泽加倍，修护零毛躁 ，Fly Sick Sexy， 洗发就可以让你惊艳哦！566洗润发乳。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，上半段为各位分析了精彩的当冲操作之后，下半段啊，我们来看一下选择权的操作，这真的是不得了啦。我说有在操作这个选择权的投资朋友，特别是周选择权的投资朋友，麻烦你从现在开始每天一定要锁定我的节目。为什么？因为锁定我的节目，在昨天你只要看我节目的话，你今天绝对知道怎么做，而且马上可以开心赚钱。真的是这样吗？昨天我怎么讲的？再拉近，预计这两天有回档机会，有没有很清楚？非常清楚啊！所以在昨天节目我告诉各位什么？10月第4周，本周三结算我看空啊。那结果今天有没有拉回啊？各位，很多投资朋友可能第一天看我节目，可能会说：“老师，你涨感情这样好讲。”我说有没有讲哦？证据会说话。这边请导播放下昨天的 VCR， 谢谢导播。有在做选择权的认真听。好、哦、认真听我怎么看的。来，美国股市，这今天我发给会员的，美国股市连续两天大涨，然后上个礼拜涨300多，后来礼拜五再涨100多。我说预计这两天美股它会有回档的机会，连续涨两天了嘛，可能过热有机会回档。那既然会回档，礼拜三又是怎样选择权的一个结算，所以我本周呢，其实我是逢高
想要去放空，本周应该会买进卖权，但是我告诉会员稍安勿躁，等候讯息动作就可以了。各位有没有很清楚？本周十月第四周选择权，礼拜三结算，我写得很清，我看空，我写得很清楚，我看空在这里，我看空。那重点是买哪一个选择权？8650的卖权，8700的卖权，8750的卖权，还是8800的卖权？没多几嘞。我说跟上亚洲期望就对了，真的是这样吗？昨天我们的会员选择权的会员来拉近，十月第四周选择权8700的卖权，这是在10:21发的哦。我9:53告诉他们，告诉他们什么事情？我会买卖权，说到就要做到。来，10:21，十月第四周选择权8700的卖权挂定价，20点买进，一路给我挂单到收盘为止。各位，我说美国连续涨，台股咧也连续涨，这代表过热。研判它既然会回档，所以8700的卖权，我们昨天请会员挂定价20点买进。各位，昨天实在买的太精彩、太漂亮了，最低价拉近这边，昨天的哦，最低19点，这昨天的哦，昨天最低19点是出现在怎样尾盘1:39，你买20点一定全部穿价成交，收盘收在21.5，这十月第四周8700的卖权买进之后，各位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全部怎样流仓来拉近，8700的卖权定价20点已经怎样穿价成交。全部怎样给我留仓，这昨天的全部留仓，今天还没开盘啊，8:03啊，告诉会员昨天买进十月第四周8700的卖权啊，20点部位，我们这一笔单不设停损。你如果不想拼结算的话，不想拼结算的会员朋友，你今天只要有翻倍，只要有翻倍就可以出场了，除非你能够承受归零的风险，想拼更大倍数的话，你翻倍只出一半保本，其他怎样就来拼结算。昨天的电视我公开的告诉你我看空，今天果然怎样，还真的拉回、欸、还真的拉回、欸、各位，然后买进8700的卖权20点，今天果然翻倍，各位最高52点，最高52点，今天最低17.5，9:27出现，昨天来不及买的会员今天照样可以跟上车，昨天买进，今天马上翻倍，最高52，翻了几倍？2.6倍。20点买，各位，20点买，今天盘中最高52，一翻就翻了2.6倍，260%，260%。我说这个选择权啊，真的不是随便做随便赢啊，要有专业啊，什么事情都一样，要有专业啊。看看这21天37倍的记录，真的没有人能够打破这个记录，没有人，真的你找不到第二个。哦，有跟过选择权老师就知道什么人可以带你21天37倍，去打听一下各位。所以我说选择权啊，真的他的专业技术很重要，怎么样学会专业课程教材光碟三效合一啊，投资朋友你才有可能真正学通啊，提升选择权的专业，你必须要配合我这一道教材打通选择权的任督二脉。各位，今年刚完成的非常详细，很多人玩选择权怎么输的都不晓得，一天到晚在归零，安怎输安怎输都不知道，因为你没够专业，所以怎样用赌运气的方式，运气好久久让你赢一次翻倍，可是经常在归零高，你根本就还是赚不到钱。怎么样才能专业？你卖方也要懂，买方也要懂嘛，你任督二脉要打通嘛，买方卖方都要懂嘛。那除了讲义教材之外，更重要的是你要有本人教你买权卖权选择权技术班教学光碟，里面我说了有4片，这一片就是一个钟头，总共有4片，代表4个钟头。好，除了说这个课程，因为一般人去上课，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去上过其他老师的技术班，那个上完课回到家，一个礼拜都忘光光。我希望所有人，你们呢，把我的东西学会之后还可以复习，有这样东西你就可以复习，不断的复习，反复的复习，两套教材反复的使用。认真学，你肯定一定学得通。所以我说，这个十几年来的这个智慧啊，这个专业的智慧啊，其实现在是在我的脑袋里面，但是运用我的智慧把它做成了这个教材哦，这套这个教学光碟，还有这本教材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个东西啊，十几年的这个专业、这个经验还有知识啊，完全用教材把它表达出来，我就是想要传授给大家。好、哦，我就是想要传授给大家。当然有很多人，他们呢，其实因为在过去真的实在输太多钱了。输到好没无钱呀，所以他们都跟曾老师咧
提出一个要求，他们真的很有诚意想上课，可是有一些问题，你们的问题我都知道。为了要提升全国投资朋友选择权的专业知识哦，我全面降低，各位只为了怎样，要让怎样全国投资朋友来提升这个专业知识。所以我已经降低了很多门槛，这个符号大家看得懂，已经全面降低了，保证怎样超值划算了、啊。到底有多超值，有多划算，麻烦你问了就知道。怎么问？中场资讯你认真看一下，问了绝对超值划算。留意中场资讯，我明天见，谢谢各位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倒着喷也 OK 哦，我喷都发比哦，牛博尔草本驱蚊系列。好消息好消息，曾老师开放短天期试吃价，短天期试吃价，给你实战操作的扣讯，给你11月1号星期日选择权的技术班课程，再加上期权的专业操盘软体讯息，操作的讯息加上11月1号星期日的选择权技术班课程，讯息加技术班，让你怎样精通选择权，只要一次学会你终身都受用，只要一次学会终身都受用，学会一技在身，终身受用不尽。采取事先预约报名制，采取事先预约报名制，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椰子、无患子变成 POS 洗衣塑造精，不残留，超干净。干净到每一个纤维孔会透气，宝贝好喜欢 POS 洗衣塑造精。POS 精通选择权，享受一生。选择权翻倍快，收益高，做对三次以上，改变命运。做对选择，选择曾老师，攻守兼备。曾老师选择权技术班，11月1日早上10点，台北首席会议中心。做对选择，不赢也难，学得一技在身，终生受用。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打击火器，特工油腻。爱之味分解茶，齐王团队齐货操作，给您三大承诺：一、每日一定出手；二、市价进出一定成交；三、停损停利严守纪律。我们拥有一套快很准操盘系统，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。快，多空立判机不可失；狠，顺势加码推升获益；准，停利停损确保不失。战胜期货，选就选最好的期王团队，请拨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啊，每样都想吃哎，怎么办？啊，快去贵族世家，丰富的美食，怎么可以这么划算？约会聚餐的好地方，幸福就在这一刻。贵族世家，精通选择权，享受一生。选择权翻倍快，收益高，做对三次以上，改。